小林。哎，陈辉。阿奶来。我有看你顶届甲董事长闹到无啥欢喜，所以想要趁这个机会化解你两个人误会。林娜，既然是彩玲介绍的朋友，我一定好好交代。坐下。坐下。平常情况下，啊，这拢是哦，人客欢迎礼拜，参考一下。啊。哎，董事长。好啊，彩玲。我特别交代哦，请少伟哦，准备一挂以米太白为主的物件，予你来时阵哦，随时当吃。你哪只大心嘛？多谢你呢。无问题。我惊彩玲还是无得甲张崇辉放袂记。我甲你讲，少伟哦，伊做米太白真正就好食，你俩好去看卖啊，也收个。嘉孝，那恁我今日一定爱食米苔吧。我甲少伟讲。好。啊对了，想要啉啥？啉啥物酒啊？还是？上好是莫啉酒啦。啊不，无酒精饮料。好啊。用橙汁做基底喝。刚好哩。总会，董事就是好人。伊伫我落雪的时阵，予我有机会当做工课。若不是跟我斗相共，我可能今麦搁伫咧厝诶，不知影要创啥。我认识伊了后，我才发现有足侪人对伊误解。恁两个拢是我上重要诶朋友，我真正就希望你会当放下对伊正经诶印象，会当重新认识伊。好啦，你若讲到安尼啊，我互你面子，我答应你。多谢你。啊，等我无闲了，我再过去啦。好，等你哦。啊，这杯我就提起啊。哎。因两个看起来感情也是真好，无亲像已经离婚的阿公阿婆。这龙爱人奈，饮起来足苦呀。苦。你确定那张崇辉调酒技术是正确的？没啊。我这杯就好啉的呢，还是讲伤久无啉啊？唔对嘞，那愈啉愈苦啦，啊，佫有一个油啊味，伊敢是调过去调一个真歹啉的互我啉啊？哪有可能啊？伊毋是种人啦。不过这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总长，崇威，崇威，来，你过来。林总，怎做？知影，拄只啉这杯饮料了，规个人都无爽快啊。董事长，你是胃在疼哟？要吃胃药无？董事长，要安怎？我看一切状况，还马上上病医啦。我打电话去救护车。好，进来。董事长。